妈的，网上学出技能了，雪崩，兄弟们，我学出技能了，雪崩了。一刀砍得他们合不拢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I will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吓老子一跳，我的 fuck！ 哎呦我操的呀！本来想打够钱回家的，这漏了两刀，难受呀！这现在不会给对面卡了吧？这有点难受呀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更多火药。现在没被卡过去还好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储备。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是小孩子的用，没被他全打到还可以，桶子背了有点难受呀。像是有人来的，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更多火药，他没六级不好越，他六级的话好越一点。点还没上，
阿奇吧，卡了卡了，兄弟们，电脑突然好卡，电脑突然卡爆了。没事，我下班我给他两拳，兄弟们别生气，我下班立马给他两拳。为什么现在不给？我怕他死机。等我下班了，我直接狠狠的给他两拳，让他天天卡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脏东西，我追着 Q 他两下，完了，没视野了。没视野了，真是太鸡贼了。我杀了一个还可以，其实我这不是故意死的。有请弹幕回答，为什么 DJ 故意死故意送？有请弹幕回答一下。我就不多逼逼了，一会又说哎，就只会装，只会乱编。这是让弹幕来说，我就不说了。弹幕说，对对对，就是520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弹幕都学会抢答了，弹幕已经学会抢答了。当心炸药桶，这就是比尔基沃特的仁慈。他这个不假鞋有点狗，这不假鞋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他血量能回上来就离谱。他要打先锋。哎呦，他不抢。不能急，随急随死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没有。我等 buff 多喝点血。不多了，这点血还不行。我没有橘子是不能过去的，他可以直接打我。我有橘子，我可以解他大招。没橘子的话，就等于很。我操，好狠的拳，他居然不打我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好狠的拳，好狠的拳。
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当心大妖头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我怕他闪现一，我就怕他不大，我知道吗？哎，有点麻烦呀。有点难搞啊，太变态了。然后前面给一丢丢机会就贼难打，英雄数据太恶心了。你要前面没给他人头的话就不会这么难受。我有一个思路打咒文特别好打，特别是打那些点燃咒文特别好打。我之前打峡谷清澈的思路，我测试我先买那个燃烧宝石，不先买药罐，打咒文特别好打。然后你带 TP 打的点燃，你钱够出红水晶，你就可以直接回家。能赖线的话就赖800块钱，700块钱就一个红水晶加一个布甲，就是先出肉。你出完三项之后，就是把它摁着打，就打热文。你不要先出药关，你正常出其他的血量装备，出完三项之后就随随便便打，闭着眼睛打都行，很好打。红水晶淡水。What the fuck？谢谢 A 开头的好兄弟送的前方高能预警，我谢谢谢谢好大哥的支持，非常感谢，谢谢好大哥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我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谢谢 A 开头好兄弟送的前方高能预警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知道他送了10个呀，我看了他那个是乘以10，一个前方高能预警，他这个是送了10个。他来我直播间送了很多礼物，但他基本上从来不说话。没错没错，就是打个窝蚁啊！我前面就说了，故意死两次打窝蚁，你看我现在打了没有？我就问你打了没有？蓝 buff 就不拿他的了。有可能被你禁言的，那倒不至于，那不会。被车开头，
往那边 A 出来。哎，这波有点无语，还没躲掉他 W。哦 ，W 躲掉了，但是他好像 Q 到前面去了，我就没 A 出来。什么烂地也不管自己代理的广告啊，就火锅电竞，那火锅电竞怎么了？我管他什么鬼呀、啊！我管不了人家，人家是大佬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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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好大哥的虎牙一号，谢谢谢谢谢谢好哥哥，谢谢好哥哥。What the fuck?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的四季。完了，阿西吧，没事没事，故意给他送的，我怕他不值钱，说实话。谢谢好兄弟的虎牙一号，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，感谢老板的虎牙一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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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。好大哥都是一次 very good。 舒服啊舒服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前几天过年，我不一样，我今天才过年，哼，谁家过年还不得吃顿饺子呀？你们前几天过年了，今天我过年了。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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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操，最后有一个，完，啊，洗吧，没操作好，我操，好像死了呀！哎呦，上路带不了，我得去下路带，上路没法带。谢谢有你变乖送的粉丝牌，谢谢谢谢小潮送的预言法球，谢谢隐身送的新年快乐，谢谢 A 开头的好兄弟开的守护我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好哥哥的守护，谢谢好哥哥的虎牙一号，谢谢好哥哥的前方高能预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看一下能不能留得住人。What the fuck?我先直播线，等一下我。
你比我先死。No No。还好我技高一筹。怎么叫 ID 不会念？那是我浪 A 大哥，我是浪 D。完了，没死。全是脆皮的话，我一会直接出那个贪欲九头蛇，但900块钱我先买一个暴灵光披风先，先考个暴击斗篷，灵巧披风。得了温熊呢？没筒子了，搞一会先。我就用远程筒消耗一下，先简简单单看他们怎么消耗，感觉不太好消耗呀，没消耗到，可惜。他们都非常小心，他们很了解我的伤害。德勒文直接跑，我消耗不到人。完了，还没连起来，先来波消耗。哇塞，不行不行，我在这面我炸不到人，我得换扫描去侧面炸，正面炸了好多桶了，确实炸不到人，他们看到我白桶子就跑了。换扫描从侧面这种卡视野卡那个墙角去炸，那正面炸确实炸不到的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我们家打野好蠢，他男枪没什么办法。对面这个阵容是这样的，他不好摸得到火男，他手太短了，面对什么大头得了文火男他都不太好打伤害。那火男是有兵站的，直接去排眼线。这里有个针眼先不管，这个针眼让他看到以为这边是安全的。来波消耗，那么少人我们可以压大龙试一下，知道这里有个眼就行。哎，有凯隐不太好蹲人，有一说一，有凯隐蹲人有点麻烦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嗯，
不行就拿小的。那卡也好像很好抢了，没必要跟他们拼惩戒，没必要跟他们拼惩戒，除非这卡也死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闪现干什么？因为那边有人，先消耗他一波。看看这里是有个万豪，不闪就完了。万豪凯隐都在后面，我看到了他们，所以我跑了。好死！先找凯隐啊，哥们，得先把凯隐做了。再来消耗一波，完了，失误了。哎呀，我失误了呀！我和猫好像也打不了，我这波大失误。现在是黄金了，定位赛六把全胜，他白金定位赛现在打了六把，现在是黄金二，感觉后面应该排的全部是小戴了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先消耗他一波。哎呀，真卡了，这真卡了，兄弟们，真卡了。没看到凯隐不打。先来波消耗一下。可以打了，凯隐挂了。还是搞个青羽吧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是一盘卡特鱼送的血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直接团中啊，我正面给他们两桶，消耗消耗，他们就玩不了了。那真面确实不好炸人。跑得真快呀，你小子！哎，什么鬼减速呀？我去泉水消耗消耗。我操，还能炸两千多，是因为有猫咪是吧？哎，我都快六百点攻击了，感觉这火男应该炸不死点。这是 is very good。